大家好，欢迎来到今日头条 at the expresso， 我是卡春香，今天是2023年4月6号星期四，大家好吗？马上就要过复活节了，大家有什么计划呢？那今天呢，我们会看一下中国日报中文网的头条。好，第一个，蔡英文过境串美改变不了历史和事实。蔡英文过境串美改变不了历史和事实。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意思。那这个就是中方的一个态度，对不对？因为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了在其他报纸、其他新闻的头条的这个对蔡英文访美的这个表述。那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中国这边媒体的表述是什么。所以蔡英文过境啊，这个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过境 transit。那这里很有意思，就是串美，串啊 ，very short visit。但是呢，这个串呢，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负面的词 ，but 串 usually a little bit negative 啊，所以呢，这个有一些negative collocation here。串美，好，改变不了，改变，所以呢是动词 verb to change， right？ 改变不了。Negate, cannot change. OK, 改变不了。然后后面是什么呢？历史 history, right? 然后呢，事实 facts. 所以整个句子还是比较简单啊， relatively simple. So we have this is the subject. 然后呢 verb. 然后 we have the object. 好，我来重新读一下。蔡英文过境串美改变不了历史和真和事实。好的，那这个呢就是第一个。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头条的第二个，这个呢是关于法国总统现在在中国，我们来读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中国演员黄渤共同为第17届中法文化之春揭幕。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中国演员黄渤共同为第17届中法文化之春揭幕。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长，这个句子有一点长，其实它的结构不是那么难啊。那我看一下，应该是这边可能停一下会比较简单一点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刚才老师说停在这里，因为这里呢是一个主语啊 ，it's a subject. So there are two people. We have the 与 to link， 就是和的意思啊。所以呢，第一位啊是法国总统啊 ，French President 总统马克龙。然后第二位呢是中国演员 actor 啊黄渤，所以呢是非常有名的中国的演员，特别是在喜剧方面啊。The very famous Chinese actor, particularly comedy. 好，所以呢是他们两个 ，right? 然后第二部分 ，so in terms of verb, we have a structure. 为什么什么揭幕？为什么什么揭幕 ？So to unveil, right? So what did they unveil? 所以呢是第17届中法文化之春。所以呢揭。Here the magic word, right? So the 17th 中法 Sino-French 文化之春啊 ，Culture Spring. So Spring of the Culture, so must be an event, right? So it's an important event to celebrate 中国和法国的文化啊。然后呢，这个共同 ，So this work as an adverb to describe the verb 揭幕 ，right? 为什么什么揭幕 ？So jointly 共同。好，这个就是整个的句子意思啊，所以这个是动词揭幕 verb here。好，我们就再来读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中国演员黄渤共同为第17届中法文化之春揭幕。好，今天选的词呢是共同啊 ，HSK 四级的词汇。那共这里呢，一般指的是数量，一共 altogether， 那 referring to the quantity， 同啊 ，same， 哦，我们说同时 ，same time， 啊
同样的 same shape， 所以呢 together and the same together， 所以是 common 啊，或者呢 together jointly， 那就是共同的意思。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汉字怎么写。好的，这个就是今天的词汇。非常好，好，谢谢大家观看今日头条，别忘了给老师点赞，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课对你有用的话呢，我会非常高兴。好的，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拜拜。